5月11号凌晨0点钟，看一下我们的小家伙们都跳到上面来了。今天是换了新环境，然后这是粉丝给我们寄的活的老鼠。哎呦，不建议买这种活的，活的太贵了。自己有繁殖组，自己繁殖，买点冻鼠，够他们吃就可以了。买活的真的有点费，浪费。没吃过活的，看第一次吃活的。这笨，看到没有？没吃过活的，他第一次就是这样。真笨，现在是杀老鼠都不会。来，你的，你这，来看看看这几个，这几个猛仙应该，因为在野外它肯定是吃过活的。像我们人工的就是没有吃过活的。一样的，笨的要死。我还以为在野外的呢。喂，你吃完了还是掉了？找一下。嘿，也没看到的地方。他应该是吃了。还要不要？学了，马上要野化了，还不会吃果的。摇头晃脑，看到了小老鼠，你要抓吗？对，先从头。哎呀，先飞了。一口啊，咬啊，用力。这个还是挺不错的，起码它能吃。
其他的，哎，活了都不敢吃。嗯，普通的多快吃吧。哎，你又来了。刚刚里面的老鼠嘞？哎，不见了。刚刚里面的老鼠给它吃了。哎，谁的？哦，老鼠在这儿。我说怎么可能那么快？哎，这里这一个自己抓住了。哎，吞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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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看这野外的就是还是很强的，你还在吞，啊，也吞了也吞了也吞了，那吃个两只就好了。哎，你是最弱的，你是，哎。爪子爪子，来来来，现在有一个吐了轴，看看吐了轴就有食欲。你看野外的它就是，它知道这个是吃的。那猫头鹰是色盲啊，所以小白鼠跟那个黑色的是没啥区别的，对于他们来说。看，这个就是昨天拿回来的，边看书捡到的。他认识老鼠，活老鼠。哎，这个是我人工的，这个。哎，我人工的也不错啊，把老鼠给撕了。你都把玉米芯给吃进去了，哎呦，他把老鼠给撕开了，强的挺强的，这就是本性。下一个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对，你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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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吃了。哎，你吃饱了，你又扑着，这吃了两个，这个不吃，那个还没喂，把那个喂去。这一盒子老鼠多少钱？我也不知道，反正活鼠是不便宜的。对，爪子爪子爪子上，爪子上，哎呦，爪子上爪子上，爪子，爪子，爪子上爪子爪子，他妈爪子长了干啥的？服了，费劲，费劲啊，费劲啊。爪子长的是吃饭的，爪子长的是抓老鼠的。嗯，刚刚刚刚不要，现在，好，哦，要了要了要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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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呦，第一次尝试失败，来，继续，爪子爪子，你的，你来。没吃过伙食，你用爪子把它抓住，还逼得往后退，你真，老子服了你了，你今天晚上饿的要，你不吃的话，咦，哎。那个吃了两个，吃了两个很兴奋。
这个是野外的，被大鸟带过的，大鸟就会喂它们小的活老鼠。所以这种东西它就是熟能生巧。熟能生巧，吃过之后就知道这个东西怎么弄了。所以野花也就是适应环境，在野外适应了，它就知道怎么吃。怎么生活了？抠抠抠抠抠，快！现在要给他们保持饥饿感，保持饥饿感，它就会有它的本性，捕猎的本性。你把个食玩抓着，他妈老鼠在你头上。你不要抓食玩，松掉。它吐的这个轴，它抓着。那老鼠在那里，对对对。又抓个十万，哎呦，我服了！哎，他把十万当成了老鼠。那野外的也是一样笨，我以为他有多强。你们两个还不吃？这个是我人工的，刚刚也杀掉了一个，还是给他撕开了，还是不错的。这玩意就跟人一样，有的人成绩好，有的人成绩差。嘿嘿嘿，来来来，来本性，这，这暴脾气，这我野外的就是有野性一点，暴脾气。这还有两个呢，想说的，来来来。哎，费劲费劲！哎，你盯着啥？盯着他们吃。你的脑袋上有一个。会用爪子，学会用爪子就是第一步。这频率，学会用爪子。被摔死的，然后就不是被你咬死的。来抓住。再不能给他剪书了，再要给他喂整个的，那自己是，哎呀，
爪子长了没用了。对对对对，爪子用点力，对对，用点力用点力，不用力的，看着它吃吧，你又不抓。那你们这三个也不行啊。对对对，抓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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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两个爪子都用啊。对对对，抓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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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说明在野外大鸟也还没有开始喂他们吃活的。抓回来基本上都是死的。哎呦，精神了。你，对对对，爪子爪子爪子送爪子，对。哎，你吞了，你已经吞了。上，咬它，用力。激发它的本性。加油，是，好，看到了活的，哎，再把老鼠撕开。头啊，摇头啊！哎呦，啊，换一个，就剩你了，他们都知道了。
水爪子。你得抓了个寂寞。你别推呀。先咬的它一点皮，然后你再把它叼起来，你不就完成了吗？哎呦，很费劲。对对对，爪子爪子爪子，松松松松松松松，别掉了别掉了别掉了，爪子用力爪子用力。哎，爪子啊，我的天哪！你的爪子是白色吗？爪子啊！哎，爪子不是白色，你的爪子才是你最有力的武器啊，大哥。好好好，只要它这样叼起来，它就会用爪子，这就是本能。吃你的，别人都吃到了，就你没吃到。你扯不断的，都想把它扯断，你看。也吞了，扯半天扯不断。你还谁还没吃到？啊，吃了，你也吃了，哦，都吃到了，这两个丢这里面。哎，你两个抱得挺紧的，藏在这里面吧。他们会吃之后，他自己就会抓了。